好，第七十六届艾美奖刚落幕，现场除了是众星云集之外，我们要带你来关注到台湾知名变装皇后妮菲亚，这天同样是受邀出席到红毯。不过这天她厉害了，以一身的超吸金香蕉造型走上红毯。看到她这身的装扮，套着贴有黑色水钻的黄绿色荧光紧身服，加上两片打造的立体香蕉皮组合而成，化身成人体香蕉。而在紧身服的部分，花絮也曝光，由她自己打造。水钻一颗颗缝上去的香蕉皮则是跟知名设计师品牌合作，不止受到网友的极大关注，事后就连英国媒体 BBC 也在社群媒体发文特别来介绍他。妮菲亚对于自己专业造型的满满敬业，也打开了自己在国际的能见度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